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香港歌神张学友脍炙人口的金曲数也数不清，香港演艺学院在16号颁发给张学友荣誉博士学位，盛赞他是殿堂级的歌手，同时提醒后辈热心服务社会。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而除了张学友获得荣誉博士之外，香港演艺学院今年也颁发荣誉院士给演员古天乐以及艺人王祖蓝。演艺学院盛赞古天乐多年来支持香港电影发展，也为新电影提供不少指导的机会。我要送死唔紧要，我呢个同班兄弟负责。香港演艺学院过去每年都会颁发荣誉院士和荣誉博士给对香港演艺圈有功的人士。刘德华在2006年就成为荣誉院士，而张学友在2015年也获颁荣誉院士，还获邀出席毕业典礼，向毕业学生致辞。即系我自己喺呢行做咗超过30年啦，咁但系我仍然都觉得我自己一个唔够好嘅艺人。如今张学友再获颁荣誉博士，也证明歌神对香港演艺圈殿堂级的地位和贡献。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痕。东森新闻，江一清、许静报道。